他说他不会冷，所以不穿外套。走，来把门关起来。爸爸，你都要换鞋子啊、哦？好，姐姐，我看你下次要不要带个靴子来这边放？我没有那样的靴子。没有啊。我的靴子都是摆好看的。哎呦，我看到他大便了，有看到吗？看到大便瞬间。长大了嘛。姐姐去看，在这里很容易踩到鸡屎，应该说很难不踩到鸡屎。嗯。12只。十二只哦，啊，都活得好好的，都没有一只往生。好。本来要抓别人，没有空间。没有空间哈。我这里可能要换另外一边。为什么？最好要整理。是哦，你要钻，好啊。这边吧。它会咬我吗？不会，不会咬人。不要太大力了。好。棒啊！它会飞哦。姐姐，你要抓就抓紧一点，也不能太松，你不能这样放着。对对，两只手。好，因为它，哇，可爱哦！这只还是小的，还没有很完全长大。旁边是大的，这是大的。啊，把你有去清点这个数量吗？应该都没变吧，数量。没变。没变哈。姐姐，你要看你的青菜吗？你的青菜。我要看我的萝卜。你的萝卜你要挖出来才看得到啊，你没有挖的话看不到。我挖出来。哎呀，哇哇，撞到了，好痛，哇，好痛。比上次没有那么痛。因为也有装那个，只是我装的是啊，有啦，有比较不痛，因为它有装软垫。哇，还是你撞的是铁还是什么？垫子，可是我每次都撞到那个，我已经撞了3-4次了。多撞几次就不会，系统装了那个以后就没有撞到了。是哦，我没有，还没有形成潜意识。没有用吧？那个第二次。是哦。你早上有一个鸡的，所有的鸡排。别人的鸡排这里。没有，怎么又没有？是哦。萝卜是这种啊，这个是萝卜啊，这个。这个好的萝卜，我可以拔一颗吗？还没。它只有长叶子啊，下面还没有长大。哦，这个有很多虫。哎、欸，姐姐，快，太棒了，这个很多虫。我这里还有一只虫。哎、欸，姐姐，来看菜虫。很好，现在家里有很多哎、欸。哇，你看，菜虫哎。我家里也更多。你家里怎么有？它这整片都是。没了哎、欸。哦，丢给他。你要丢给鸡吃哦，他们会看到吗？没看到，没关系。哦，好哦。要抓呢？啊？要抓菜虫。哦，姐姐，你去找一下我们菜虫，把它抓起来。我这里还有，你看。哎，把它给我。嗯，这里有没有？嗯，有看到了。这个是爸爸，你给我了。你敢抓啊？敢啊！它又不是气挪糖。气罗糖它才会灼人，这个不会。忘掉了。好吧，那算了。应该还有。